我相信我可以，有目标就往上爬。你相信你可以，勇敢地往前冲吧。有想法就有办法，有办法就不用怕，我们一起到达是 number one， 强大的企业家，超越表现的力量，我们一起到达是 number one， 强大的企业家，超越表现的力量。我相信我可以，有目标就往上爬。你相信你可以，勇敢地往前冲吧。有想法就有办法，有办法就不用怕，我们一起到达是 number one， 强大的企业家，超越表现的力量，我们一起到达是 number one， 强大的企业家，超越表现的力量。相信你可以，勇敢地往前冲吧。有想法就有办法，有办法就不用怕，我们一起到达number one， 强大的企业家，超越表现的力量，我们一起到达是 number one， 强大的企业家，超越表现的力量。我相信我可以，有目标就往上爬。
你相信你可以勇敢地往前冲吧，有想法就有办法，有办法就不用怕，我们一起到达是 number one， 强大的企业家，超越表现的力量，我们一起到达是 number one，强大的企业家，超越表现的力量。哦哦哦相信你可以勇敢地往前冲吧，有想法就有办法，有办法就不用怕，我们一起到达相信我可以有目标就往上爬，你相信你可以勇敢地往前冲吧，想法就有办法，有办法就不用怕，我们一起到达是 number one， 强大的企业家，超越表现的力量，我们一起到达number one，
我相信我可以，有目标就往上爬。你相信你可以，勇敢地往前冲吧。有想法就有办法，有办法就不用怕，我们一起到达是 number one， 强大的企业家，超越表现的力量，我们一起到达是 number one， 强大的企业家，超越表现的力量。我相信我可以，有目标就往上爬。你相信你可以，勇敢地往前冲吧。有想法就有办法，有办法就不用怕，我们一起到达是 number one，强大的企业家，超越表现的力量，我们一起到达是 number one，相信你可以，勇敢地往前冲吧。有想法就有办法，有办法就不用怕，我们一起到达Hello, morning, 大家好，大家好 ，Good morning 啊，哦、oh, ，Morning Sally Yip，Morning Zhou Yifeng， 美酷 Vivian LMK， 哦、oh, ，只有四个人打招呼而已啊，来一个互动一下啊，跟大家可以给我一个 Morning 吗？大家早上好，早上好，来让我 share screen， 帮我 like 跟 share 了没有？
Before 我 share screen 啊，帮我 like 跟 share 了没有？我要知道大家帮我 like 跟 share 哦，有反应了，谢谢大家的加。帮我 like 跟 share 了没有？如果没有的话，给我多一些 like 跟 share。然后呢，等一下哦，我看到 like 跟 share 比较多的呢，我就先回答你的问题啊 ，OK 吗？给我 like 跟 share 啊，让我 share screen。Thank you, hello morning 哦，有反应了，你看几开心。Morning 啊，大家早上好。OK， 让我 share screen 啊。今天已经来到我们 episode 30了啊。OK， 看到我的 screen 吗？应该是有啦。好 ，like 跟 share 了没有 ？Before 我 start 啊，帮我 like 跟 share 了没有 ？OK。啊，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今天的怎样解决税务审计的问题呀、啊、？Before 我 start， 我可以知道谁是第一次 join 我这一个 live 的吗？今天已经是第三十季了，谁是第一次可以放一个 E 嘛？让我知道，让我们证实一下你谁是第一次 join 我的 live 的，你放一个 E 啊，谢谢你啊，所以让我认识你，你是今天 join 我们第一次 join 我们的 live 的 ，OK。让我介绍一下我们 YYC 啊 ，before start 的时候，所以我们 YYC 呢成立自1974年，然后我们的那个 brand promise 呢是要成为成功企业家的左右手啊。然后这边说到，从我们成立到现在呢，我们的一路走来的那个里程碑，我们 YYC 的愿景的是什么呢？要成为亚洲第一的会计还有商业咨询公司的。我们的使命呢，就是要启发每一个人可以超越自我，激发无限的潜力，还有成就美满人生啊。然后刚才有提到我们要成为成功企业家的左右手，我们做了什么？好像今天呢就跟大家 share 我们的专业知识，当然呢我们会主动关怀啊客户，同时呢希望每一次客户跟我们的接洽呢可以拿到最佳的客户体验啊。 OK， 然后我们 YYC provide 什么 services 呢？这边分为四个板块，第一个就是compliance 的 services， 里面有讲到了就是 audit，我们的那个啊，公司税务，还有 SSD 的，还有 personal tax compliance。咨询方面呢，就有税务咨询、股权规划、策略布局啊 ，business valuation 啊 ，business matching， 这些都是在我们的 advisory。我们有商学院，商学院就举办各种不同的课程给客户跟大众们。然后呢，有 global business services 呢，里面有本会计跟薪金外包的。OK， 这一边呢就记录了我们不同的那些啊 workshop， 还有就是 article 啊。这个是我们整个集团呢有超过800多个员工的，然后呢我们跨越两个国家，我们 serve 过的客户呢有超过20千个客户了，啊那个 train 过的 participant 呢就是有超过130千个啊 participant 了，我们的 workshop 也超过5000多个 workshop， 这个是一路走来哦，我们有 carry out 的那个啊 workshop。刚才讲超越两个国家，就是马来西亚，还有一个就是在新加坡，在新加坡。然后今天呢，我是在哪里跟大家讲解啊？今天呢，我是在槟城大三角啊，槟城大三角。我看到很多都是111哦，有很多今天第一次 join 我们的 live 哦，谢谢大家，看到大家讲111啊。哦 ，at least 互动一下，谢谢大家。今天有很多的 new joiner。OK 啊，就是哎 ，maybe 你们还不认识我，我是 Ida 啊 ，from YYC 槟城的。所以今天我们的我是在 YYC 大三角啊。我们的那个总行呢是在YYC Idea 是在大三角 Alma 区。如果你们是住这一区的，应该会知道啊。可以 anytime 要 visit 或者是 consult 我们的，可以打电话跟我们联络 make appointment 啊。同时我们在槟城也是一个分行啊 ，Island 在那边 Island 呢是靠近 Bay Avenue 的。OK， 今天已经来到第三十集了哦 ，episode 的第啊，来到第三十集了，讲什么呢？讲员工津贴啊 ，staff allowance。员工津贴到底可以不可以扣税啊？讲到第三十集，今天因为很多新的 join 我们这一个 live 哦，如果你们有兴趣，我们之前第21到29集里面讲的那个怎样解决税务的问题的话呢，那些 video 呢还是在我们的 Facebook 的 YYC Penang 啊 Facebook 那边，你们还是可以去看的哦，里面包含了各种不同的那些 topic 啊。
所以讲到人工津贴呢，maybe 很多人可能要知道的，人工津贴在税务上是可以扣税嘛？人工跟我们的业务是息息相关的嘛？如果讲到扣税，应该不是问题，对不对？那么，如果人工津贴可以在公司扣税的同时呢，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呢，个人所得税方面是不是会被抽税啊？拿到津贴被抽税，这个是理想当然，对吧？Apple matching to Apple 嘛。但是有些津贴呢，你拿到了，在个人所得税里面呢，虽然要加进你的 EA form 里面抽税啊，但是有些是可以获得 exemption 的，就是豁免的，有些是可以获得豁免的。所以呢，哪一些那个津贴呢或者是福利呢是可以拿到 exemption 的呢？这个呢，在我们讲解了这个税务 income tax 的 case 之后呢，在后面会跟大家讲解比较仔细的，比较仔细的。所以呢，等下我讲解的时候呢，如果陆陆续续你们有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打上来，在那个 chat room 里面打上来。等下呢，end of section Q&A 的时候，我都尽量会跟大家回答啊。所以呢，有什么问题尽量打上来呀、啊。所以呢，今天讲的是人工津贴，当然我是要跟大家讲，讲到人工津贴呢，staff allowance。是一个花费嘛，所以呢，在每一个 case 每一个那个episode 哦，只要是跟 expenses 花费有关系的啊，我都会跟大家讲一讲。如果跟花费有关系，要在公司的账户里面扣税的话，直接扣税的话呢，那么你就要符合五个条规，这个五个条规啊。所以之前听过我的 live 的呢，我都是会跟大家讲解了，所以每一次都讲解。我相信你们 join 很多次的，已经是听到滚瓜烂熟很熟了。什么花费呢？要在 subsection 331 Income Tax Act 1967里面呢，直接在 P&L 可以 enjoy 到 expenses deduction 的话呢，那么你要符合五个条规啊。什么条规呢？意思呢，你就是要在那个财务年，就是发生在那个财务年，你的花费呢是要 incur 在那个财务年里面呢、哦，就是讲你的year end如果是1月到12月，那么在那个期间呢的花费是要真正的花费啊，不是你 estimate 的，不是讲你 provision 啊或者 estimate 讲我大概今年会花，可能还没有花，要花50千还没有花，你做一个 provision 下去，不是啊，这个 provision 是没有。provision 没有得扣的，是要真正已经 incur 了的花费。另外呢，是要有支出的，你这个花费呢是要有支出的，真正呢就是有 expenses payout 啦，有 expenses payout。你的支出呢，是要跟开销呢是要有真正有钱给出去的。所以在之前很多个 topic 也是跟大家提到了，如果是花费，你 accrue。as 你公司的 expenses 时候，不在 accrual 里面，如果 continue 留着，没有真正给钱出去那个花费呢，到时税务局来 check 这些 expenses 也是会被 add back 的，明白吗？没有真正给那个 expenses 的费用呢，到时也会被 add back 啊。OK，另外一个呢，就是讲，如果这个花费花了呢，就是要完全。要 wholly exclusively 呢，就是完全跟整个 lump sum 呢是要跟我们的生意呢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花我生意的 purpose 啊。如果一部分是私人花费，一部分是生意花费呢，那一波只有跟生意有关系的有得扣税而已啊。所以讲到人工津贴呢，这个呢，如果你给的员工，for example 啊，你给的员工津贴，对方给的 normal 的员工呢，普通的津贴呢，例如都是200块的。但是呢，其中一个员工他的 level 跟 normal 员工一样，但是呢，可能他是你的亲戚啊，或者是你的孩子啊，你给他的津贴就500块的，别人200块的啊，那么就很 sensitive 了，这个就可疑性了，可能不是完全 for business purpose 啊，明白吗？因为对方呢就是跟director 啊或者是公司有关系的啊，这个呢就可能不是完全 for business purpose。另外呢，你的花费要是收入性质，讲讲收入性质呢，收入性质就是跟我们公司的营运呢完全有关系的啊，完全有关系的。For example，这个 case 里面 staff allowance staff 员工，如果员工呢是跟公司的营运完全有关系，对不对？还有那些津贴呢，可能是每一个月都是 recurring 的，每一个月都是重复性在出的啊。这个情形呢，就是跟营运呢，完全可以连得上的啊。所以 revenue in nature 的花费呢，也是会影响到我们公司的
盈利或者是亏损啊，这个是 revenue in nature。如果你们要知道更深入，之前有一些 topic 有跟大家分析 revenue in nature 的 expenses 啊，跟 capital 的 expenses 是怎样的，可以去啊回去看一下。然后呢，另外呢，这个收入呢 expenses 呢是要为公司可以产生收入的。例如你花了这个员工津贴，给了员工津贴呢，是不是这个员工可以能为公司 generate income 带来收入啊？当然呢，你给他津贴，例如 sales 的 person 他跑外面，他为你带来 sales 嘛，就是为公司产生收入。所以呢，基本上那个花费要有的在 P&L 里面扣税呢，最基本啊，最基本就是要符合这五个条规。但是这个是基本条规而已啊，每一个的花费我们还是会要看回那一个花费的性质啊，那个性质。所以这个基本条规是啊，让你分析讲你有没有得到扣税，那么它的性质也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这一边呢，今天讲到员工津贴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啊，这个是真正 IRB 来做 jacking 里面 raise 的一个案例。里面呢，我们的客户从事什么呢？这个客户的 activity 呢，就是买卖 spare part 的零件，然后他买卖零件的。然后呢，这个客户呢，他背了什么呢？他在这个2015年跟2017年呢，他背了他的员工啊，这个啊 outstation 跟 salesman allowance， outstation 跟 salesman allowance 就是给那些 salesperson 啊，给他一些津贴，跟他们去外包 travel 去外包的时候一些津贴，所以 outstation 跟 salesman allowance 在2015年到2017年里面，他给出了这个花费。然后这些花费呢，完全在他的那个算 tax 的时候呢，完全是被扣税的，被减免的哦，完全是在税务可以享有税务减免的，跟他做他2015到2017的那个 tax submission 里面，完全是税务减免的。OK， 诶，对你们来讲有什么问题呢？他给 salesman 这些 allowance， 然后背给他们是否去外包的那个 traveling， 应该没有问题，对不对？啊，我想也是应该没有问题。但是税务局来的时候怎么办呢？税务局来呢 ，trigger 到什么问题呢？税务局来，他看到了这个 expenses， 就是啊 outstation allowance， salesman allowance。税务局来的时候呢，他怀疑这个津贴啊，这个员工的 allowance 的津贴呢是没有真正的 proof， 没有 evidence， 就是没有真正的那个 proof。还有呢，他认为是不真实的 ，not genuine， 不真实性的这个花费呢是不真实性的。为什么他这样怀疑呢？他怀疑我们给出的花费不真实性，因为呢，他认为这个花费呢，他没有看到我们有什么 basic 啊，有什么 basic， 就是讲怎样算出来的，你的花费是怎样给的啊，在你给出去的花费里面呢，没有这些 supporting 来 proof 讲你基本是怎样算出来的，为什么你会给他这个花费？还有另外呢，他看了，因为他怀疑不是真实性，还有就是没有那个 calculation 的 basis 呢，所以呢，他断定是讲这一个花费能不能为公司带来总收入，还有是不是完全是否我们生意的那个 purpose， 所以这个是税务局的怀疑啊。所以我都跟大家分享过了，只要这个 income tax officer 来的时候，他怀疑的那些花费呢，如果他怀疑他自己会怎样，直接就不允许扣税了， disallow， 不允许扣税，他直接不允许扣税就是 abet 了、啊、不允许减免，就整个 amount 会跟你 abet 了。所以 IRB 来，只要他怀疑啊，你还没有补外证据，然后他怀疑他就 abet 呢，然后他就 send out 那个 finding 给你，让你自己去 proof 给他看，为什么我要相信你这个 expenses 是可以被减免的。所以呢，这一个啊 customer 就来找我们的时候呢，就是税务局 abet 他了啊，税务局 abet 他。abet 他刚才讲到什么是 outstation allowance 对吧？ outstation allowance 呢， IRB abet 什么？2015、2016、2017、2013年，你看到吗？这个顾客背的啊那个 outstation allowance 呢，都是18,720块，三年都是一样，18,720块，看到吗？一模一样的三年。所以呢，三年一模一样的 expenses 啊，好像我们做账的 accountant 啊 tax agent 啊，其实每一年 incur 的 expenses 完全一模一样的，我们都会比较 sensitive 的，对不对？你们这边有是做 finance 嘛？如果有做 finance 有做账，或者是老板看账的话，会比较 sensitive 啊。如果看到那个数目完全一样的，
或者是你后面有三个零的，都会比较 sensitive 啊，好像我们都会比较 sensitive 的。诶，为什么这样准的？为什么三年一样的？为什么后面又是三个零的啊？我相信我们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IRB officer 来的时候哦，他也是会怀疑同样的情形啊。所以在这个 IRB，他的 finding 是什么呢？他看到这些outstation allowance 呢，他认为，因为他看到直接就是 payment 出去啊，所以他没有看到 supporting document。第二大 document 本目的案，就是讲没有 supporting document 来 prove 你这个 expenses 是真实性而可以扣税的，没有目的啊，所以没有目的，他就叫你 prove 给他咯。如果你要扣税，你就要 prove 给我。所以这边呢，你看三年他 add back 到完 add back 他56,160块了，认为不可以减免这个 expenses 啊，完全不可以减免的。那么就来到了这个 sales spend 的 allowance，这个顾客也有 base sales spend 的 allowance 啊，就是他的那个。啊，salesperson 呢、啊、给他们的津贴，这个 salesperson 他给的津贴呢，2015、16、17呢各自有82,000、76,000、82,000呢、啊。同时在这一个津贴里面呢，IRB add back 了240,900，哦，他认为是一样的。第二大 document 本目的案，他认为没有 supporting 来 prove 你的这一个 allowance，他直接 add back 240,000。你看到吗？salesman allowance add back 240,000。刚才的那个 add back 多少？刚才的 add back 56,000，总共多少钱？总共加起来要300,000了，对不对？300,000，如果 IRB add back 的话，如果你的 tax 哦，我们用一个20%来算就好了，236就60,000了，还要加45% 的 penalty。那么呢，你被 add back 的 tax 加 additional penalty 差不多要100,000了嘛，差不多100,000。所以 normal 你的 tax rate 可能已经是24%了，那么是甚至更高100多千了，啊，或者是17%啊，看你是属于哪一个 category。OK，所以在这边呢，他被 add back 了整整那个300,000呢，所以呢，我们帮客户做了一个分析。IRB 讲没有 document 对吗？IRB 讲没有 document，那么呢，你就要 prove 给我看，你怎样算出来的？每一年的 allowance 这么讲准的，18,720这么讲准的啊？教那个顾客呢算出来这个 allowance 怎么算的？所以顾客呢就拿他的 basic 出来呀。哦，East Malaysia 呢每一个月我们是给420的，如果他跑 East Malaysia，跑 South Malaysia 的呢每一个月给的津贴是360的。Upper North Malaysia 420 Lower North Malaysia 360，诶，你都有 basic 啊，你的 basic calculation 呢，by right 能的话啦，不要等税务局来，这些 basic 呢，你都是要写出来的，都是要列出来，然后津贴是多少哦，as a supporting 的，所以 IRB 看的时候呢，它直接对得上了，明白吗？所以呢，这个津贴呢，如果他看到他已经看到你这个 basic calculation 呢，啊，第一点他就比较认为可信度比较高了，因为你有 layout。Salesman 在哪里的？你给的津贴是多少？所以他就算得到为什么你给到18,720啦，明白吗？所以因为你已经有 fixed basis，所以三年里面你没有改到，所以他们拿到这个18,720的津贴，这个是其中一点啊。做了那个分析，所以你的 calculation for 那个 outstation allowance 是有一个基础算法的。另外一个来到这个 salesman allowance。这个 salesman allowance 呢，总共你 pay 了 for 2017年是82,000对吧？82,000给了这个82,000，所以这个82,000你给的 allowance 里面有什么？里面给了员工 petrol allowance、car allowance、handphone allowance，所以这边看到吗？给的这些 allowance 呢，不是 not for salesman only，not for salesman only，看到吗？not for salesman only。不是 salesman 而已，有些不是做 sales 的呢，你也有给啊。就是这一边 allowance 包括 all staff 了啊，包括全部的 staff 了。就是可能有一些 staff 呢是有 handphone allowance 的，可能他没有 car petrol allowance，但是有 handphone allowance。所以呢，这一些 petrol car handphone 的 total allowance 里面呢，包含了全部 staff 所 enjoy 的那个津贴。所以在这边呢，跟大家讲解啊，公司给你们津贴。Petrol allowance, car allowance, handphone allowance， 这些 allowance 呢，在你们私人所得税那边是需要报的嘛？公司如果有得扣税，现在如果我们 proof 得到给 IRB 啊，这些员工津贴是真实性的，它的算法呢是有一个 basic 的。另外呢，另外啊是真正有 pay 出去给那个员工的，那么在员工的所得税里面要被抽税嘛？你们讲要不要被抽税啊？如果要的话呢，被抽税的话，写一个 yes 啊。
看你们理解啊。公司给这些津贴员工，员工会被抽税吗？啊，你们写，如果是要的话，你们写一个 yes 啊。OK， 所以在这一边呢，我们分析了之后呢，就 proof 给那个 IRB 看啊，这些 pay 的 allowance 呢，全部都是真实性的 genuine 的啊，是真实的啊 ，genuine 的，真正有这个花费给出去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这些花费呢，给员工的，对吗？所以呢，都是有在员工的 EA form 里面看到吗？有在员工的 form EA 里面出现的，他的 EA form， 诶，我给员工津贴，我公司出账 as expenses， 员工的 EA form 里面我 declare 是员工的 income， 所以在这边呢都有出现的，所以呢可以给他知道是公司 出 expenses， 员工有报那个 income 的啊，所以有 matching 到。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边是真实性，所以 proof 给他是讲完全是 for 我们的业务公司的 business， 然后呢而产生的花费，同时呢就 proof 给他 payslip， 员工的 payslip 有看到有被他这个 allowance， bank statement 里面有出账，他的 EA form 里面也是有 reported 这个 income， 有 reported 这个 income 啊。OK， 这边讲到 payslip bank statement form EA 啊，我觉得还有一个也是很重要的文件哦，就是接下来你们即将要报的 form 是什么 form， 还有一个啊，员工的 info 全部要把它放进去的，有拿 allowance 全部也是要放进去的，那个 form 是什么 form 啊？要不要忘记报啊？是什么 form？ form 一，对不对？ form 一即将要报了的那个 form 一啊，所以呢有员工的话 form 一定要报啊， form 一定要报，所以在这一边呢Payslip bank statement form EA form E 甚至 form E 也是可以成为一个 proof 的，这些员工的 allowance 都有把它放进 form E 里面啊， form E 里面刚才提到嘛，员公司扣花费，如果这个是真实的 expenses 有包在员工的 income 里面，公司啊扣花费，然后员工呢就 declare income， 那么在员工的 EA form 里面有出现的是不是全部都是会被抽税呢？啊，这个又未必，有一些 expenses 津贴啊，公司给的津贴啊，福利啊，在员工的那个可以是一个 income， 但是呢有一些 income 呢是可以拿到 exemption 的，就是豁免的啊，这个在等一下 section 我会跟大家比较 detail 的讲解啊，什么 expenses 津贴福利给了员工是可以 enjoy 豁免的，可以 enjoy 这个 exemption 的啊，这个等一下跟大家讲解啊。OK， 所以在这一边呢，我们跟为什么可以 support 得到，可以跟 IRB appear 得到呢？因为很简单，这些呢完全是有 proof 的，然后员工的这些津贴给了之后呢，完全为公司可以带来总收入的，这个很重要啊。每一次呢 IRB 要那个 expenses 可以花费呢，他要你 link 给他看这个 expenses 跟你的营运是怎么关联得到的，然后他怎样帮助公司带来总收入，还要看这一点，然后在这个 section subsection 33E 里面还要看这一点，然后这个 expenses 才可以在这个 section 里面享有这个扣税的。另外一个 proof 呢很简单，就是刚才提到的 EA form 里面完全是有 report 在 EA form 啊。 OK， 所以在这边呢我们 YYC 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那些员工所有的收入呢都要是全部呢在 form EA 里面呢要 declare， 不是 declare 而已啊，还要正确啊，要 correctly declare 啊，要有正确的 declare 在你的 EA form 啊，明白吗？正确的 declare 在你的 EA form 里面，这个等下也会跟大家讲解什么东西，如果是 exemption 要 declare 在哪里啊。所以刚才也是提到了这些 document 呢， IRB 来的时候他要看的就是你有出账，那么员工那边 EA form payslip 你的 payment proof 全部都是要有 proof 给大家看，那么税务局就可以 enjoy 扣税啦。 form E 也是其中一个 document 可以 support 得到啊，不要忽略到那个 form E 啊。 OK， 你们有问题的话尽量打上来啊，尽量打，把你们问题打上来，等下为大家解答。所以刚才有提到吗，等下后面会跟大家讲解的那个 exemption list 就是这一个了，这个看了会不会很熟眼啊？你们看了有熟眼吗？这个是不是有熟眼？ when 你报那个员工的 EA form 里面啊，员工 EA form 里面有那个 guide 那个 note 啊，
那个 explanation note 啊，这些 explanation note 里面呢有跟大家讲解的，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正去看这一块呢？有没有真正去看？如果没有看的话，也不迟，今天我跟大家讲解一下啊。刚才我们提到嘛，公司给员工可以给员工津贴啊、津贴啊、礼物啊、福利啊。然后这些呢，给员工的 allowance 啊、gift 啊、benefit 啊、perquisite 啊，这些给员工的那些福利呢，会在员工的 EA form 出现 as income，对不对？但是呢，但是有一些这些福利呢是可以享有豁免的 exemption 的，可以享有豁免的 enjoy 这个 exemption 的。那么呢，如果你可以 enjoy exemption 的 expenses 呢？我现在跟大家列出来的九个 expenses 啊，九个 expenses 呢是要在你的 EA form 里面的 Part F，EA form 里面的 Part F 呢 declare 的要 disclose 在那边，就是讲你的 income 里面呢有一些如果是可以 enjoy exemption 的，就 disclose 在 Part F，EA form 的 Part F enjoy 那个 exemption。那九个 item 有什么东西呢？有什么东西呢？OK，这边提到的第一个啊，就是。这个 traveling 的 expenses 啊，traveling 的 allowance 里面包含了 petrol allowance、traveling allowance，还有 toll payment 或者是 toll payment 这些 allowance 呢，本来是属于我们的 income 嘛，对吗？但是呢，如果你公司给你这个津贴，完全是因为 for 你的 official duty 呢，这个6000块你可以享有豁免，就是 exemption。然后这个6000块呢，就 declare 在那个 Part F，EA form 的 Part F。所以呢，你的那个你所拿到的，for example，你拿到的是10000，那么4000块呢，就会是在上面的 column，就是你的那个B1 那边，B1 那边 as 你 part of income。然后6000块可以 under exemption 的 column Part F，EA form 的 Part F。所以这个 Part F 的 exemption 是不需要被抽税的，不需要被抽税的。这边有提到的那个，但是它 maximum limit 是6000块。还有呢，你要明白哦，是 official duty 啊，所以你给的这些 allowance 跟 for example 给 salesman 嘛，他们跑外面，他们所以他们需要这些 petrol 啊、traveling allowance 啊、toll payment 啊，所以这个 allowance 可以 enjoy exemption 啊。如果你讲给一个 admin 的话，就讲不过了，对不对？所以除非你要 prove 讲你的 admin 为什么你需要给到他这些 petrol 啊、traveling 跟 toll payment 啊。所以这个呢是for official duty 的啊，这个6000块呢有得减免，这个 document 呢可以 disclose 在 Part F。另外一个呢，如果公司有给你 child care allowance，你的孩子呢是12岁或以下的话，12岁或以下，公司给你 child care allowance，那么呢就可以 under exemption 2400。这个 child care allowance 呢，不需要在你的 income part of income 里面，可以 disclose 在 part F 2400啊，2400也是可以 enjoy 豁免的。另外一个呢，OK，公司给我们 gift of 什么东西？第三个 item 是 gift 什么？如果给你电话 fixed line 的电话，或者是mobile phone 手提电话，或者是这个 PDA，公司有给这些，包括它的注册费、它的安装费呢，每一个 category 啊。这个 fixed line telephone、mobile phone 这个 PDA 啊，每一个 category 呢都可以豁免一例啊，一个 unit 可以豁免一个 unit 一台的那个手提电话啊，或者是 fixed line telephone，公司给 as a gift 的话呢，不需要 declare as 你的那个perquisite 或者是 benefit，有得免一台一个 unit for 每一个 category asset 啦。那么呢，如果买的话呢，这个 gift 这些电话全部可以 register under 员工，不管是 under 员工名字或者是 under 公司的名字，只要是公司给你 as a gift 有的 enjoy 一台 exemption。另外一个，如果公司第四个 exemption 呢，公司帮你给 telephone bill、money bill，你的 money bill 如果是公司给的，money 的那个 phone bill 啊，如果是公司给的。不管这个 phone bill 是 register under name of employee 或者是 name of employer，这个 bill under 员工的名字，under 老公司的名字，也是一个 line，一个电话 line 可以 enjoy exemption 啊，enjoy exemption，
啊，员工的名字公司帮你给，或是公司的名字公司帮你给，这一个啊，帮你给的 money bill 的那个 expenses 呢，不需要 declare as 你的 personal income， 可以 enjoy exemption， 在 Part F 里面要 disclose 啊，可以 enjoy exemption。另外一个呢，第五个啊，要 disclose 在 Part F 的。现在我讲的九个 item 啊，是可以享有啊那个豁免，同时要 disclose 在你的 EA form 的 Part F 里面的啊。另外一个呢，公司给你一些 bequest， 那个 bequest 呢，可以是钱或者是一些 item 啊，手表啊那些哈啊 ，otherwise 啊 money 或者是 otherwise， 给你员工给你这些 bequest 呢，是因为你的。In respect of 你的 employment， 就是因为你在这边做工，然后你的过去的表现良好，他给你一个 past achievement 的 award， 可以吗？可以。然后或者是 service excellence award 啊，就是服务杰出奖，或者是你的那个创意 innovation award 创意奖，啊，或者是你的 productivity award， 公司给这些 award 呢，也是可以 enjoy exemption 的，但是呢，只可以 enjoy exemption 最多是多少？2000块，如果公司给你这个 Boss Achievement Award 啊，或者是啊 Service Excellence Award 是超过2000块，给你3000块呢，那么2000块呢就是 disclose 在 EA Form 的 Part F， 有得到 Enjoy Exemption。1000块的这个 Benefit 呢，要在你的那个啊 B 1那边呢 disclose 啊，要在 B 1那边 disclose。可以是那个 B 啦 ，Part B 啦。either 在那个B1 哈，这个是 B1 里面 disclose bequest， OK， 所以这一边呢是2000块的啊，最多是2000块的，然后呢包含了 long service award 啊，长期服务奖。这个 long service award 呢，就是有一个条件的，你要跟同一个公司啊服务，在同一间公司呢是10年的，你这个十年里面是连续服务10年。同一个公司，你才可以 enjoy 这个 long service award 2000块的 exemption， 2000块的 exemption 啊，听到吗 ？OK， 第六个 item， 什么 item 要 disclose 在那个 EA form 的 Part F 呢 ？For 这个 exemption 呢？哦，你给的 parking 或 parking 啊 ，parking allowance 啊，给的 parking allowance， 还有就是 meal allowance 啊，给他们那个 meal allowance， 如果给他们那些meal allowance 呢，你看啊 meal allowance 它是有规定的啊，它这一边呢它没有写到多少，它没有给你 maximum limit， 但是要 reasonable 啊，没有 maximum limit， 它的 amount 是跟着那个 actual amount expense， 就是公司所给的那个 expenses， 给多少你就豁免多少。但是 meal allowance 呢，你看它有一个要注意的是 regular basis，这个 meal allowance 是就是讲可能 regular basis 是每一个月都会有给的啊 regular basis， 然后呢每一个员工 same rate 同样的那个 rate 啊，一个员工你给50块，每一个员工呢都要同样的 rate， 然后是给全部员工的，看到吗？给全部员工的，他有 set up 他基础的 basis。 如果你要 enjoy exemption 的话呢，你这个 meal allowance 是要 on regular basis，要同样的 rate 给全部的员工啊，他有 fix 下来的。OK， 但是如果你的 meal allowance 是给 OD 啊，或者是他们去外包啊 ，overseas trip 啊 ，due to business purpose 的话呢，然后你给的 meal allowance 呢 ，maybe 你要 lay out 那个 basic 咯，你平时这些 OD 啊，或者是 outstation 啊，去那个 overseas trip 的那个 meal allowance 是多少，这些呢要出一个 memo， 所以全部人会知道你公司的 policy 是怎样走的，然后给大家 circular 做一个 internal circular 或者是 written instruction 的 circular 去给全部的人啊。所以呢这一个呢都会有一个 policy 的，公司的 policy 啊，要有很 clear 的，他才给你 enjoy exemption， 明白吗？OK， 第八个呢，公司给的福利是讲，可能公司会 subsidy 你 ，subsidize 什么利息咯？就是讲你公务职的利息，或者是你那个教育啊，教育方面的利息，或者是车公车的那个利息，公司可能 support 你 ，subsidize 你。那么呢，这个利息呢，如果你拿那个 loan 哈、没有超过300千的话呢，那么公司说。给的这些 subsidy 的利息完全是可以扣税的，完全扣税。如果是超过300千，可能那个 portion 啊会 proportion 啊，然后看你的情形。
第九个 item 呢，如果公司帮你背你的 PTPTN 的 loan， 公司帮你背 PTPTN loan 呢，也是可以 enjoy exemption。但是呢，这些 loan amount 你说公司所帮你背的呢，你也是要 他们的 EA form 要 disclose 在这个 Part F。所以呢，刚才 list out 的这九个 item 呢，就是说公司给的这些福利津贴或者是减免可以 enjoy exemption 的，但是要 disclose 在 Form EA 的 Part F 里面，明白吗？ Form EA 的 Part F， 如果呢忘记 Form EA 是怎样去看一看啊。但是你看啊，这个是重点啊，这边是重点啊，这些我说的这个九个减免啊，这个九个豁免哦，这些呢是不 applicable， 这些 exemption 呢，如果你是 employee， 你是拿薪水，但是呢有 control over the company， 就是讲可能有 whole share， 有 control， 有对公司有 control power， 或者是你原本是 sole provider， sole provider， 或者是这间partnership， 这间公司它你是 partnership 公司的 partner， sole provider 就是公司的那个 owner。如果是 number hard 呢，你有是 shareholder， 同时呢可以是 director， 所以 majority 的情形呢，你都没有得到 enjoy 这个 exemption。如果你是那个 shareholder， 有 control over the company 啊，在这一边呢，就是exemption 没有得到，你不能把他们的 income disclose 在 part F。所以 whatever expenses 呢，如果是 support 啊 partner 啊，或者是那些 employee 有 control over the company 拿这些津贴呢，或者是礼物啊福利的话呢，他们不是不用 disclose 在 part F 的，他们是出现在他们 part of 他们 income part B 里面的，然后 part of 他的 income 的，明白吗？没有得到 enjoy exemption 啊。 OK， 刚才我提到的九个是你所拥有的福利要 disclose 在 part F 可以 enjoy exemption 吗？除了那九个还有别的 item 可以 enjoy exemption 吗？还是有的，还有别的 item 可以 enjoy exemption 的。但是呢，接下来我讲的几个 item 可以 enjoy exemption 的也是豁免的，不需要中抽税的。但是呢，这一些 income 呢不需要 declare 在 EA form 的 part F， 它可以 enjoy exemption， 不需要 declare 在 part F 的啊，直接是 exempt 而已。所以那些包含了什么 expenses 呢？你可以看到吗？刚才的 number item 1-9 呢 required to declare。Required to declare 啊，要 declare 在 Part F， 看到吗 ？Part F of Form EA 啊，刚才1-9 item， 然后下面呢，我跟大家在讲解的这些豁免呢是 Not required， 看到吗 ？Not required 了，不需要 declare 在 Part F 了，这个不需要了。里面包含了什么 ？For example， consumable business product， 讲呢，例如你公司所卖的产品，你给员工 fee 的，给员工 fee， 或者是你给他本来你卖500块，但是卖给员工半价而已，250块而已啊，这一个呢是算员工福利，对不对？这个员工福利有没有得到 enjoy exemption？ 有，但是它有 limit， 最多是1000块而已，然后它的 value 怎样看呢？就是这个 product 呢，人公司卖的时候它卖多少钱，它卖外面卖多少钱。刚才我讲卖500块嘛，所以那个 exemption 呢，如果他给你一个就500块，给你两个就1000块嘛， free 两个就1000块，最多是1000块。如果公司给你 free 3个1500块的话呢，那么呢500块你要 declare as part of 你拿到的 income， 然后 part of 你拿到的 benefit， 然后1000块呢是 under 这个 exemption 的，不需要 disclose 在 part F， 直接是 exempted， 只有500块需要在你的 income 里面嘛，明白吗？ OK， 另外一个呢，这个是 consumable product 啊，公司的产品。另外一个呢是 leave passage。如果公司给员工的福利呢，例如给我们去旅行啊，公司给 company trip， 如果 company 那个 trip 呢是 within Malaysia， 在马来西亚 within Malaysia， 然后呢一年最多可以 exempted 的是没有超过3次。公司里面所给的那个 company trip， 如果是 local travel 的话呢，员工可以 enjoy exemption 嘛？可以，那个local 的飞机票啊，或者是 transport 啊，然后你的吃的啊、住的啊，都可以 enjoy exemption。但是，一年呢 ，for local trip 呢，最多是可以3次而已，一个年3次而已啊。
如果公司给你的 company trip 是 outside Malaysia 的 overseas trip 可以吗？如果是 overseas trip 的话呢，那么它的那个exemption 呢 for etiquette for 那个 etiquette 呢 exemption 最多是给你3000块而已，3000块。如果你他公司给你去 overseas trip 的话，那个 etiquette 超过3000块啊，超过3000块呢，只有3000可以 exempted。另外的那个例如你的是 etiquette， 你讲4000块，3000可以 exempted， 不是你的 income， 1000块呢就可以算是你的拿到的那个 benefit 了，就要 disclose 在你的 Part B 了，明白吗？所以呢，就是看 maximum 是 overseas trip 呢是3000可以 enjoy exemption。至于这一个是讲在员工的那个exemption 那边，员工 declare personal tax 时候的 enjoy 的 exemption 啊 ，local trip 3次 maximum 3次 ，overseas trip 呢 etiquette maximum 3000罢了，明白吗 ？OK， 这个是在员工方面，如果在公司方面，它的 treatment 又不一样。公司方面啊，公司方面呢，它给你的那个trip 哦，如果超过 ，for example local trip 超过3次，员工 exempted 3次罢了嘛。如果他给你的是超过3次，第4次呢，如果公司要有的 enjoy 扣税的话呢，那么要 declare 在员工的 EAS income 了，因为只有 exempt 3次罢了，第4次就要 declare 在他的 income 了。员工那边没有 declare 这个 income 呢，可能公司没有的扣税的，明白吗？哦，是有分别的哈。OK， 第这个接下来呢，不需要 declare 但是可以 enjoy exemption 的就是 service。如果 for example 我们公司给的是服务行业，你的那个公司是服务行业，然后呢公司 provide free 的 service 给员工， free 的 service 给员工或者是他的伴侣，他的 spouse 或者是他的孩子，还没有结婚的孩子，这一些呢都可以 enjoy exemption 的啊，给 free 的那些 services 是不需要包在他的 income 的，是可以 enjoy exemption 的。但是这一些呢，你看到吗，它不包括什么，如果那个他 employee 拿到的 benefit 啊，拿到这个 free service 呢，是 from same group of the company， 就是可能我在母公司做工，另外一家子公司给我 free 的那个 services 啊，这个呢就不算是 exempted 的，明白吗？只有我自己工作的那家公司给我的 free services 呢，才可以 exempted 的。啊 ，OK， 另外一个 item 啊，另外一个 item 可以享有 exemption 的呢，就是medical benefit。medical benefit 很多的 medical benefit 你都知道，但是呢这个 benefit 里面呢也包括那个 traditional 的 medicine 跟maternity expenses， 所以在这边呢 traditional 的当然你拿的那个对方是要 register 跟就是有 license 的，有 license 的。接下来还有一个 exemption 呢，不需要 disclose 在 Part F， 但是可以 enjoy exemption 呢，就是那个insurance premium 如果是due to for foreign worker 的外劳的那个 replacement of social for 外劳的，还有一个 group insurance for accident， 好像 BA group BA 也是可以 enjoy exemption 的，这是给员工的一些福利，但是不需要 declare 在他的 EA form， 然后也不需要 declare as part of 他的 income， 是完全 exempted 的，明白吗？其实这些 note 呢在你们的那个 EA 的 explanation note 里面有的，所以可能你们似曾相识，但是有没有去真正去看啊？如果没有的话呢，今天我为大家讲解了你们要了解也是可以去看，自己去看一看啊。 OK， 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带上来，等一下为你们解答。 OK， 所以今天呢跟大家讲解关于一些津贴的那些案例，我们讲为顾客解决，同时呢就跟大家讲了吧，在我们个人所得税报税里面呢，你的 EA 如果是可以豁免的那些津贴啊或者是复利呢，要 disclose 在什么东西是 disclose 在 Part F of 那个 EA form， 有些东西是豁免但是不需要 declare 在 EA form 的哦，这是跟大家分享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呢，今天是其实我们最后一集了啦，所以呢如果你们有收到税务局的信的话呢，需要我们的那个协助的话，你可以 send message 来我们这个 YYC 槟城的那个 Facebook， 或者是可以打电话给我们跟我们联络然后要求我们的协助啊，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可以 send 来这边，我们的团队会尽量回答你们大家的。 OK， 刚才我们跟大家讲解到很多的那些税务问题嘛，其实呢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啊，每一次我们的分享讲了一两个钟啊，
很多时候都是一小部分而已。如果你们要知道更多的税务的那些知识，怎样省税啊，或者是真正的那些 case study 啊，我们有更多的分享。有更多的分享呢，就是在我们新的一个platform 就叫 TaxBot。TaxBot 呢，就是我们一个新的 platform 叫做 Tax Professional on Demand， 里面呢都是讲解一些税务问题，讲解决税务省税税务知识的，哦，都是 keep on 在 update 的。现在已经有200多个 video 了，但是它是 continue update 的。同时呢，with 这个 TaxBot 的 services 呢，我们都有 complement 那些 live 的那些 webinar 啊。complement 那些 webinar 都可以去 join 的。如果有兴趣的话呢，要知道更多，你们可以 scan 这个 QR code， 可以 scan 这边的 QR code， 然后同时呢，或是可以 visit， 可以填你的 interest 在这边哦，这个 link， 可以去 scan QR code register 你们的 interest， 我们的 team member 就会 contact 让你讲解更多，给你知道更多啊。OK， 所以呢，讲到这个税务解决税务的那个审计的问题呢，我们来到 episode 30了，所以谢谢大家一路来的支持啊。这个 series 呢已经是最后一集了， episode 30已经来到最后一集了嘛。所以我们第一个 video 是从11月24号2020啊，到现在2022呢3月8号，今天是第30个 episode 了。所以全部都 video 都在我们 OYC Penang 那一边呢，都有那个 video， 你们可以去看啊。里面包括了 commission 啊 ，BIK 啊，当然啦，如果那些 video 呢在之前录的啊，可能现在有一些变动了，你们也是要去 update 最 latest 的那些 information 啊。哦、啊，虽然是最后一集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会以不同的模式来跟大家见面的啊，不同的模式跟大家见面的。如果你们想听一些 topic 呢，其实也可以 feedback 给我们，也可以 feedback 给我们啊，在那个什么 topic 是你们觉得你们想要听的，什么问题呢你们觉得很困扰的，需要我们讲解的，你们可以给你们的 feedback 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做的那些这些 event 呢，尽量是可以配合为大家解决到你们的问题的啊，你们可以 feedback 啊。OK， 刚才讲到我们这边那个已经最后一集了嘛。OK， 现在我们又回来什么呢 ？OK， 这个是 webinar， 不是 live 啊，不是 FB live 啊。在这个3月28号啊，这个3月28号呢，其实我们有一场 webinar 是 free 给大家的，从8点到3月28号8点到10点，3月28号8点到10点晚上的，里面讲的呢是什么呢？里面讲的是2022年啊，我们省税秘诀还有策略。所以在那一边呢，我会跟大家讲解在2022年呢，这个 budget 啊，或者是在2022年呢，里面呢，哪一些税务的那个 benefit 呢，还是可以享有的，完全是可以帮到你公司省税的啊，可以省税的，或者是除了省税，有一些是可能那些 incentive 你是可以去 claim 的，那些 Instagram 了还可以帮到公司赚钱啊，那就是有 income 进来啦啊。这些呢会在我们这个webinar 里面跟大家分享，都讲一些重点，讲一些重点，帮人家帮怎样帮你们省税跟省钱啊。另外还有呢，就是有讲解到的那个 case 呢，是讲如果 for example 你有 property 啊，或者是 asset 啊，在什么时候呢转给你的下一代啊，是最值得的。最值得的哦，就是在税务方面呢，你在什么时候转是最值得的，我生前时候转，或者是我可能 pass away 之后才转啊，在什么时候转是比较值得的啊。在这边会跟大家做一个在税务上面的分享，里面呢也是另外一个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到这个 estate planning， 或者是如果人逝世后呢，是需要缴税的，有什么东西是需要注意的啊？所以希望这个 topic 呢，也是可以帮到大家在你们的税务跟遗产规划那一边啊。所以有兴趣的可以 scan 这个 QR code， 然后 register。有兴趣吗？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给我知道啊。你们在这边有兴趣的话呢，放一个 yes yes yes， 所以我知道你们对这个。3月28号的是有兴趣的，而是 free 的8点到10点啊，所以你们 register 这个 QR code。 OK， 好，接下来呢来到我们的 Q&A 了啊，我看到有很多问题啊，哦，蛮多问题，
等下我会帮一一帮你们解答。如果你们想要 attend 这个呢，请放一个 yes， 然后 register 你们的 interest 在3月28号。我是觉得蛮值得一下的一个 webinar， 是 free 给你们的。这个不是讲2022，因为我觉得现在才开始三月嘛，还在年头，你们可以开始规划了。接下来什么东西可以 claim， 可以为公司省钱跟赚钱，拿钱进来就对了。同时呢，如果说接下来你的那个财务的规划planning 那边，什么时候把 asset 转出去最值得的，也是要知道的啊。不要这样的话呢，可以帮助到身边的人，也帮助到我们自己啊。这个是在财务规划方面。OK， 我们来到 Q&A 了啊，我不讲多多，我看到很多问题，尽量跟大家解决大家的问题啊。OK， 我 stop share 我的 screen， 然后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尽量的发表出来，让我可以跟你们解答。OK， 我看到哦，很多 yes 啊，你们 scan 那个 QR code， 然后 register 你们的 interest 啊，到时我们才可以 send 到 link 给你们哦，到时才可以 send 到那个 link 给你们。然后它其中一个 column， 你们怎样知道这一个 webinar 的啊？有一个是 YYC， 出我们 YYC idea 你就 tick 啊，因为我是其中一个 speaker。哦，在大大那边呢，尽量跟大家分享税务的那个2022的 highlight 啊，在年头就做 planning 了，年头你们开始做 planning 啊，就是可以省到更多的税啊，这个是一个蛮值得的啦，哦，蛮值得去听的一个 webinar 啊，尽量 register， 如果 register 不到的话呢，可以在这边或是 message 我们啊。哦，这个是刚才的那个一，我怕我漏掉你们的问题啊，我从上面看起，我怕漏掉你们的问题啊。OK，OK。哦，今天也是很多一个新的 participant 哦，如果第一次 join 我这个 episode 已经是最后一集。啊，接下来暂时的 live 的那一些 series 还没有出来，但是我有做不同的那个 webinar， 你们还是可以留意我们的 Facebook， 有的话你们可以 register 啊。OK， 进 CWC for normal staff yes， for normal staff yes， for salesman exempted 哦，这个你在回答什么问题是吗？哦 ，OK， how about incentive for staff？啊，李云，你问的那个 incentive for staff 啊，一样的。如果你给 staff incentive 呢，看是什么 incentive 啦，是需要 declare 在那个 EA form as 他的那个income 的。如果是给 incentive， for example， 如果你给他的是trip， 例如刚才讲的那个 company trip 啊，这些 reward 员工的是 through trip 啊。那个员工如果 local 的是三次可以 enjoy exemption 的三次 ，overseas trip 呢是 maximum 3000块 for 那个飞机票啊，看的是什么啦？看是什么东西 ？Vivian Low， 你讲 form 一，你是要问什么啊？或者是你只是 mention 而已？哦 ，OK， 你的问你没有 raise 问题啊？如果是你要 raise 问题可以 raise 啊，OK， 这一个是什么 ？Mandy。Mandy 是在讲解哦，这一个你在播播这你的 event 是吗 ？Mandy， OK， Live Form E one include subcon， OK， HS Live Form E subcon 呢不是你的员工 ，subcon 不需要 declare 在你的Form E 里面的。For example， 如果你讲那些 part timer 啊，有给 wages 的啊。如果你给他的性质呢，就是讲 regular basis 的，就好像员工这样的性质，你就要 declare 在 form 一。但是 subcon 他是 outsider 的话呢，有 service 才会给的那个就不需要啊，那个 subcon 就不需要，明白吗 ？Cindy， 如果 salesman claim petrol based on the receipt， should be put into 哦，如果他 claim 是 based on reimbursement basis 的呢，就不需要那个就不需要啊，除非你给他的是 allowance。part of 他的 income 的才需要再 part F， 如果是 reimbursement basis 的话不需要啊。当然 reimbursement basis 呢，他的 petrol 那边他就要注明咯，他要注明这一个 petrol 给他，他 claim 是去哪里的，去哪一个地方的那些他要注明啊。请问 staff allowance 需要交 EBF 跟 SOXO 吗？要的 ，Josephine 啊 ，staff allowance 是需要交 EBF 跟 SOXO 的啊。
你也是可以去看我们的分享那些啊，我们有 share，我们有一个 account channel 讲 about 那个 EBS 收到完的东西，可以去看一看啊。Penny think whether the petrol allowance need supporting to substantial or basic of petrol allowance will do。你的 basic 那个，如果你是给他 allowance 的话，是那个津贴是 part of 他的 income 哦。你那一边呢 layout 他的那个 basic，他的 basic 你给他是怎样的啊，算出来的啊，那个 basic 就可以了。所以，如果是 allowance 不需要 supporting，如果你是它是 claim based on reimbursement 有 receipt，然后才给出去，那一个就需要 supporting，明白吗？OK，家中顺，家中顺，Hi Ada, if a service director holding share of company only 5% of control company receive tax exempt allowance because it give benefit, does she entitled tax exempt benefit like petrol allowance, still change childcare allowance, etc.？哦，家登是你的那个，你 holding share 只有 5% 嘛？将你的那个对公司的 control power management 方面，你的那个 authority 也很重要的哦。这个 control 哦，不只是share 而已，不只是 share 而已。虽然是 5% 而已，但是你的那个control interest 在公司有权利嘛？Was he on management 啊？那个，如果你的那个 control power 还是有在的话呢，有 was he king 的话啊，在一边呢啊，也算是control 的那个 power interest 还是没有得到 enjoy exemption 的，比较 sensitive 咯，比较 sensitive 咯哈。你的那个 extend 去到哪里啊？不只是 share 罢了，不只是 share 罢了。OK。childcare allowance 在公司账里面会 add back 吗？如果你有给这个 childcare allowance 呢，在公司账呢不会被 add back，但是员工呢，刚才有提到嘛，这个 childcare allowance 如果是 exempt under Part F 呢，就要 declare 在 Part F 里面。如果你给他的是多过2400的话，没有得到 exemption 的话，就是要 declare 在员工的 income 里面，as 他的 income。For example，你给他3000，然后他 exempted 的是2400，那么600块要是 part of 他的 income，他有 declare income，公司才有得扣税，明白吗？OK，公司帮员工买 group insurance 住院保险需要报在 EA 吗？或是公司可以直接扣税呢？OK，Joy Fong，如果你买的那个 insurance 哦，depend 你买的是medical insurance 呢，是怎样的那个 policy？For example，如果你买的放员工的名字，beneficial owner 也是员工的话呢，其实是他的一种 bequest 来的，所以员工呢就要 declare as part of 他的 income，就因为你帮他供嘛，你帮他给嘛，然后你就在公司扣税咯，所以有关系的。其实那个 policy 你买的性质是怎样的，也是要看呐、iPad and iPod also under part of list of tax exempt beneficiaries, am I right? iPad 是哦，你的 iPod 呢？iPod 未必啊、哦、，iPad 是可以那一个，sorry，tax exempt beneficiaries, am I right? Sorry，那一个刚才我讲的呢是tablet，你看到吗？他有讲 tablet，然后那个电话，他给你的是电话mobile phone，PDA 那一个呢可以 enjoy 一粒而已，one unit 而已iPod I don't think 会在里面iPod I don't think 会在里面。然后接下来你跟着那个 exemption 的那个 list 走了，你跟着 exemption 的 list 走。Car in call 讲的是 money phone bill must be full amount if only reimburse part of the bill amount can declare its part F in EA form。Car in call 你的那个你可以看到哦，你的那个这一个phone line 的那个 exemption phone line exemption 呢是你的那个 disclosure 在part F 的哦，在 EA form 的如果是 reimbursement partly，你跟着那个 bill amount 咯，跟着他一部分的 bill amount 就跟着那个 bill amount 走罢了，跟着 bill amount 走罢了。他给你 repair partly 就是declare part 在那个 form app 就好了，partly long service award can declare every year，
你的 long service 什么2000块哦？如果是every year 的话，你觉得适合吗？我问你，因为 normally 没有可能年年 long service award 的嘛，你觉得适合吗？觉得是不适合啦哈？我的 opinion 呢，我是觉得不适合，每一年都有 long service award 啦。你觉得适合吗？你个人看，所以那个应该不适合。是如果是 long service award 的呢，他要工作跟那个 employer same employer 呢 for continuous same employer continuous for 10年，同样的 employer continuous for 10年才可以 enjoy 这个exemption，知道吗？这个是其中一点是要注意的，其中一点要注意的啊。等一下啊，我看一下这个刚才有那个问的哈，有，sorry，我看回那个这个家中顺问的，我看回这个 part 哈，他 fee 的是fixed line telephone mobile phone，不是 debit pacer 或者是 PDA，所以你如果是买 iPad 的话呢，你 claim under 你的 lifestyle 啦。哦，你 claim under 你的 lifestyle 的那个2500块，2000 5 plus 2000 5那边那个有的 claim under personal relief，但你买的时候哦，要 register under 你的名字啊，register under 名字。所以 long service award 这个奖标 Ruby，OK，Ruby，may I know do we need to include foreign director non-active no remuneration in the Bolang E？Thanks，OK。Rubirin 在如果我没有错呢，在 Form E 那一边呢，今年他的 note 啊，他的 note 了，他的那 employee 那边呐，employee 他包括了 director，他包括了 director，你可以去看一看他的 explanation note 那边有解释。今年的那边他加了一个 director，这样的话呢，不管 director 有没有拿薪水，我觉得也是要 included in 啊，因为他那边已经有写了，你可以去看一看 explanation note 啊，for Form E 那边。OK，有问到在 accounting entry staff handphone bill 如果 charge out as company expenses 就不需要写在 EA form part F 对吗？OK，在 EA form part F 呢，他要你 disclose 这一个 expenses 哦。如果他要你 disclose，不管是我觉得可能你会有一些困难因为你帮他背那个 bill。如果员工那一边呢要 enjoy exemption 呢，其实它是一个 requirement 来的。那个Part F 那边是需要 disclose 的哦，你背给他多少，你帮他背多少，你就放多少咯，需要放的哦。公司如果你 declare expenses，你出账啦，在员工那一边呢，他可以 enjoy exemption，但是要 disclose 在 Part F，公司可以出账，没有问题。Selim 有问到没有？Allowance need to be supported by actual bills。Allowance 呢？你没有 actual bill，I think 你是给他的津贴嘛？可能，但是你要有一个 basis 哦。所以没有 allowance，如果你给员工是 要 enjoy exemption 呢，你要注意啊。Selim 那边有提到是 regular basis，然后要同样的 rate，就是一视同仁这样 apply 给全部的员工啦。这个是其中的一个 basis，你要注意啊。所以他才可以 enjoy 这一个 exemption 哦。Penny Ting 呢有讲到，如果 traveling allowance from home to office can claim under this exemption? No, no，这个 traveling allowance means for 你 official duty 的。如果是 home 去那个 office 的那个不是啊，所以为什么他讲给 salesperson 啊比较 reasonable 是 salesperson 他们有 travel for official duty，OK 吗？Medical incentive same rate to all same level 的 staff also entitled for exam in part。你的那个medical incentive，如果你是给员工的话呢，我相信你给的不是 incentive 啊，就是 for example 他们 medical claim 啊，给的那些 medical benefit，他们可以来公司 claim 回，来公司 claim 回这个 medical part 呢，可以 enjoy exemption，然后不需要 disclose side part F，不需要 disclose side part F。如果你是没有单什么的话，不是 claim 回呢，你只是单单给他一个 incentive 那个就不一样哦。哦，你要看一下 for 那一个 medical 的哦，medical 是在medical benefits medical benefit 那边哦，所以 Vivian E，如果你给的是他们拿来 claim 回这个 benefit 是可以的，但是不需要 disclose 在 F。家中顺，the above exemption are not applicable to an employee having control over his employer.
Is the above mean include person who connected to the directors of control company like daughter, uncle, mother 或是 director？ 嗯，你讲的这个 connected person 呢 ，majority 是 sensitive 的都没有的，我们都不给 exemption 的，不给 exemption 啊，因为这个是啊，讲讲呢啊，有 connected 啊，有 connected 啊，所以你讲 daughter, mother, director 啊。那他们这一边呢也是可以领得到的呢 normally 是比较 sensitive 啦，比较 sensitive。 如果那个for example 他们是完全是公司的员工，然后拿薪水，然后拿薪水，他们如果不是share 讲讲不是 shareholder 的呢regular basis 的，我觉得你讲的那个还是可以 consider 啦，如果是员工有的福利他也是有的。但是如果是讲mother， 如果你讲是 mother of the director， 然后那个 mother 几岁了在公司真正是有没有做工的，这个就很 sensitive 咯，如果他放进来完全是 enjoy exemption 的啦，因为完全跟 director 有关系的呢， IRB trigger 到很多的情形他都会 abet， 因为他认为不 genuine 嘛。所以家中顺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形呢，可能会是 grey area， 他要你 proof 哦，他要你 proof 这个 expense 是几 genuine 的，明白吗？啊，如果你讲女儿她的工作性质也是真正在这边工作，那个还讲得过了。但是你讲 mother 啊，如果是六七十岁了拿进来，没有真正在公司做工啊，但是有给这些 benefit for exemption 的啊，就很 sensitive 了。Leave passage under company only allowed when employer is joining, right? Oh, not necessary. Not necessary. If no employer, then will be disallowed the company. So if that the case whether leave passage is still exempted under employee, 给的那些leave passage 啊company trip 那些未必是你讲的是老板要 join 是吗 ？Director 老板啊，或是 director 要 join 是吗 ？Not necessary. 只要是公司给员工的福利就可以了的，不一定是老板一定要在里面的。你讲的那个 trip 啊，讲的那个 trip，OK、okay。然后家中孙还有问到 ，May no pocket money to eat stuff that mean 1,000， so the staff bear their own food individually during company trip that is need to declare as income or under tax exempted。嗯，家长说如果你要给他们的那个 benefit 是 pocket money 1,000块呢，我不鼓励你这样给啊。你给的，因为你看到他 exemption 的，他讲的是那个 fair， 就是你的那个可能 etiquette 啦，local 的啦，我讲 local etiquette 啦，那个 food 啊 accommodation 啊，那 food accommodation 呢，就是为什么 exemption 呢？是因为他就好像 entertain 员工这样的性质嘛。但是如果你给1,000块的那个 pocket money 变成是给钱了啊。所以呢，要的话呢，就是拿单来 substantial for 那个 expenses payout 比较好。你给钱的话呢，等下员工会 subject to tax 的，不包括这个钱的。给员工 local trip allowance，local trip allowance 需要给什么 supporting document 嘛？你 local trip 的 allowance 是讲解呢？如果你给他是属于津贴的话呢，那个津贴就会被 add back 了 ，sorry， 就会被抽税了。如果是你讲 trip allowance， 这个是你给他一个津贴。如果你讲的是你在 traveling 里面发生的那个吃的住的那些有 supporting 是 travel 的那个住吃那个是 entertainment 的性质呢，可以完全扣税的，然后可以 exempted， 但是三次 for local trip， 然后 for overseas trip 呢可以当做 entertainment 这样出账啊。哦，所以如果你是给他一个钱allowance这样的话，反而会种在他的 income 里面了。但是问的 is it exemption which are not required to declare also apply to employee having control over the company？ 哦，所以你的 exemption 呢 ，normally exemption 的那个 part 呢，如果是control 有 control power 的呢 ，normally exemption 他们都没有得到 enjoy 的。很可怜哦，有 control power director 也是做工啊，专门没有得 enjoy 啊，不公平啊，很多人都会这样讲。OK， money staff medical allowance can direct tax exempt， so no need input in any part of EA， right？ 如果你给那个 medical allowance 只是直接给他钱，不是他 claim basis 的我觉得这个是 part of 他的 income 来的这个津贴 part 的 income， 你用 reimburse basis 啊。
medical benefit 啊，他 claim 的那些 medical benefit 啊就可以扣。如果你给他 as a allowance， 就是变成他的 bulk income 啊，那个要 declare 哦。Okay, Sandy Lee. Sandy Lee 的问是 ：If company buy medical insurance for the foreign worker, can the foreign worker use the medical insurance for your own personal tax deductions? Okay, 如果你的那个 foreign worker 是他会是 tax resident 啊。如果他 tax resident 的话呢，公司如果是买给他 company 买 medical insurance for 那个 foreign worker 不是他自己给的哦。如果不是公司帮他给的，然后这个 benefit 呢，他就不可以扣在他自己的位。然后如果你公司帮他给，然后beneficiary 是他那个也是会中到他的那个 income， 他的 personal income 里面的。例如刚才有提到的，他是beneficiary owner， 然后买 under 他的名字，然后这个就是当做公司给他的一个 progression。公司扣 tax， 他那边 declare 在他的 personal 那边 as 一个 benefit 啊 ，as 一个 benefit。但是如果他是 tax resident 的话呢，他可以 enjoy 像平时人 enjoy 的那些 tax relief 啦，provided 他是 tax resident。然后如果你是 bad 的话呢，在他的 personal 那边已经会被重抽税了，因为不是他给的。修红档问到thank you for sharing， 好，修红。For staff traveling allowance exemption， do we need to provide proof of document of receipt？ 如果你带给他是津贴 allowance， 你 receipt 就好了，不需要 supporting 啦。但是他是 for official duty purpose 啊 ，maximum 的那个6000块。Coin call commission paid to staff not related to the staff duty。What is the tax treatment for employee？ 你给员工的那个 commission 呢，就是 part of 他的 income， 在他的 income 里面加进去咯。然后当然你给他 commission 那一个月也要算 BCB 啊 ，coin call 你要算 BCB for 那一个 month。OK， 这个木易问的是 ，What are example of maternity expenses which are tax exempted but not required to declare in Part F？ 很好的一个 question 啊 ，maternity 的那个 expenses 啊。可能例如你的那个 maternity expenses 有向公司 claim 的 ，so far 是我没有给过任何的 maternity expenses 啊 ，for 那个员工啊。可能关于这个maternity 的那个leave 里面啊，有花费到的一些 expenses 呢，跟公司 claim， 但是他没有 detail 的那个layout 啦。Maybe 母仪在这一块哦，有什么性质的 maternity expenses 啊？我 check 给你啊，我也是没有真正有员工来 claim 过这一块，我 check 给你啊，所以我 note down 你的，我 check 给你大概有 include 什么 expenses 啊 ？OK， 还有 part F 的 amount 是不用填在对，在 EA form 里面 part F 的 amount 是不用填在 form BE 的是吗？如果这个 part F 的纯粹是 exempted， 不用在你的那个 BE income 里面出现的啊，它是 exempted 的 portion。接下来的呢？有漏掉你们的问题吗？接下来的，你们有兴趣那个的，记得 scan 了去 register 啊。有谁没有 scan 到啦？在3月28，因为那场不是 live 啊，是 webinar 来的。incentive 跟 allowance any different 啊？其实是很高精啦。那个 incentive allowance 其实很靠近，看你要给他的是什么 purpose， 你才 vote 你的那个item 是 under 什么啦。好像 for example， 如果是给津贴的话呢 ，normally 津贴多数会是比较 regular basis 的。我相信，如果你给他的 incentive 呢，可能 incentive 是你要补偿他，例如意思讲他 hit 到 certain 的那个 sales target， 你给他一个 incentive 啊，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个啦，津贴是比较 regular basis 的。主意书希望是可以回答到你问题啦。很多人可能也会 confuse 啊，但是它有它的不同在的性质。如果 EBCB November 21 miss out pay on time delay pay on February 22 in EA form part D wants exclude write in amount November 21 put in EA 22，讲讲哈。
Kelly，我有一点不明白你的问题。你 miss 到那个 EA form delay pay on February 22 in EA Part D1 as could write in amount of November 21 put in EA 22。可能这个我不大了解你要问的是什么啊？Sorry, Kelly，你要问的 maybe 你写的比较清楚要吗？你写的比较清楚哦，因为你讲 put in EA 22。我不大清楚你的那个，是不是讲你 pay 的 BCB 在，因为你算那个 BCB 的时候，pay 了 BCB 多少要扣在你的那个 personal tax 那边的，是不是？啊，要扣在 personal tax。如果是的话呢，你 BCB 忘记扣的话呢，就在年尾 declare tax 的时候要 pay 比较多咯，要 pay 比较多。然后其实你 February 是 pay for 之前的那个如果是 pay for 之前的，就是2021的 BCB 的话呢，你在income tax 那边哦，你是需要讲是 late payment 的哦，所以income tax 帮你 key in 的时候啊，你们有那个income tax 帮你 key in 的时候啊，你要看他是不是真的帮你 key in 在那一个 month，帮你放回在那一个 month，是的话你才可以扣税在那一个 month 哦，因为 normally 你讲你 February 是 declare for November 的嘛。相信你要再 rectify 是 November 的underpayment，然后他要放你放回在那个 month，你就可以因为你也 pay 了 penalty 嘛，你就可以扣回在2021了。我相信，然后你看他帮你进在哪一个 month 那个 system 里面啊，你 pay 的时候，High form you need to include 2 months part-time promoter workers。2 month part-time promoter worker，你讲的 2 month part-time promoter worker 是讲哈，只是给到他2个月罢了，是吗？你的因为在那个 form E 里面呢，如果他是你的 part-timer 呢，也是需要进的。其实 form E explanation note 里面他也就提到了 part-time 啊、wages 啊那些都是需要 include 在里面的，然后 part-timer，所以在这一边呢，你是需要放咯，但是你写 2 month part-time promoter worker，我不需要你要讲的意思，是你只 pay 他2个月而已。我是觉得，如果是他是 worker 性质的哈，你给他的那个part-time 的 wages 啊，也是要进啊，因为他在 explanation 都讲到很清楚啊，所以呢，John all company must register。E number submit 波浪音，对于你有员工，你就要 submit 这个波浪音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是 encourage 你去做 form 一的 submission 啊。苏方弟，if by petrol card need to disclose is EA form，OK，你 by petrol card 是 on reimbursement basis，不是给那个petrol allowance 嘛，不是给 allowance basis 是不需要的，就是跟着你的有 supporting 的啦，你是用 petrol card 的是有 supporting 的咯。除非那个 petrol card 啊，是你个人的那个 petrol card 打了公司帮你 pay 的话，如果是个人名字啦，个人名字可能还需要。Normally disclose 在那个 EA form 里面的哈，那个sorry，disclose 在 Part F 的，他讲的6000块 exemption 啊，那个是公司给你补贴的、津贴的。如果是公司给你的是你拿回 claim basis 的，claim basis 要有单嘛了，你的单给公司就 on reimbursement basis 那个不需要。If staff claim handphone bill based on bill need to put into column F。Claim handphone bill based on bill，对，OK，Cindy，Cindy，你的 staff claim 那个 handphone 的 bill 是他个人的 bill 嘛，对吗？他个人的 bill，然后公司帮他 bear 那个 handphone 的 monthly bill 咯，你的情形是这样嘛，对吗？那个要在 Part F，我觉得有一点困难啊。有些人是啊，还要 disclose 在 Part F，对的，那个是要 disclose 在他 Part S as exemption 的一条 line 而已，你给员工的福利那条 line 是需要 disclose 的。If company only under one director, wife name，夫妻档只有一个员工，husband traveling allowance still can declare under Part F。One director, wife name 只有一个员工，husband traveling allowance still can declare under。你的情形哦，很 sensitive 呢。I don't think 你 entitled 哦。因为哦，他讲到 control 哦，虽然你不是。例如，可能你不是 shareholder 啊，但是你的 wife 跟你是 associate person 啊，
你的情形哦，还暂时没有得 declare 的，没有得 enjoy exemption 的，Clay，Staff claim WiFi bill due to work from home is exempted in Part F。哦，那个 internet subscription 啊，你的，你 work from home 啊，你的情形是因为 work from home 才 claim，然后之前没有 claim 的是吗？公司没有 subsidy 哦，你这个东西。是因为work from home 的时候才 claim 这个 basis 的资质。Subscription 因为他给的那个一条来包括 subscription of 那个 broadband 啊，所以 subscription broadband 如果 under 我们的那个名字呢，还是可以 under 这个 exemption 的，可以 under exemption 的，but 你要说出来咯，你要说出来咯，所以 VVE 那个平时的 line，他帮你背的也是可以 subscription 你的那个 broadband，for 员工的，但是只可以一条 line 啦，一条 line 可以 enjoy exemption 啊，但是要在 part 出现 childcare allowance can declare every year，可以，Janice Lee，你的 childcare allowance 2400罢了 per year，然后2400 per year，然后就是孩子不可以超过12岁了。Penalty 如果 staff telephone charge claim under company bill can claim full deduction the company had declared under employee exemption can penalty 可以的，公司可以扣税啊。但是问 if company give a fixed allowance to employee for their monthly bill of mobile phone is taxable. Company 给 fixed allowance to employee for their monthly bill of mobile phone。哦，我 suggest 是这样啊，如果他是给。如果是电话单的话呢，他要跟着一个 line 的那个 subscription 嘛，你拿 bill 来 support 啦，单子问拿那个你的 bill 来 support，然后不要用当做 allowance，你用 allowance 的话会中抽税的，会中抽税的啊，你当做是 subtract 那个，你帮他背那个 fixed line 拿 bill 来 support。Josephine staff commission have to submit EPS social，要 submit EPS social 啊，commission 需要。Phone allowance can be paid employee a fixed amount, for example, 50块 per month. 原因，你可以 pay 他50块 per month，但是那个会中 tax 哦，会中 tax under 他的personal tax 那边是 part 他的 income 来的。How to register e-file number for proprietor company？做 application，maybe 你需要的话，你可以 tax 我们，叫我们的人协助你。怎样做 application 啊？应该要填 form 上去啊，这个我又不会讨，我又不会讨。修红灯啊！我又不会讨啊，叫我的人 attach info 给你啊！我又不会讨，我不会回答你，讲讨那个 form in number，等下我叫我的人 text 你啊。OK，好，我 note down 啊，放心，等下叫我人 text 你。OK，Selin Tan 问我，insurance agent 报波浪 B 吗？OK，如果你想要报波浪 B 的话，你是 insurance agent 哦，你有 expenses 要扣哦，你要做一个 normal 的 PNL 出来。normal 的 PNL 就是你的 income expenses 58的或者 rental other income 有加进来，然后你扣你的 expenses business related 的 expenses，做一个 normal 的 PNL，然后填那个 form B 可以吗？这样你就报 form B 啦，OK，VVE，but we pay cash without bill for medical incentive。pay cash 没有 bill 这个 incentive 哦，算也是要算他的 income 呢。哦，我不鼓励 pay cash，尽量不要 pay cash 啊，尽量 whatever 的是 through bank 是最好，才有一个 proof 是给对方的。如果 company pay for employee professional subscription，whether employee need to declare it's under perquisite。OK，你的那个 professional subscription 呢，要哦。Do as a 你的一个 benefits 啊，as a 你的一个 benefit，然后呢，公司那边可以扣税。But 你如果你的那个professional benefit 呢，公司帮你给的呢，完全是在due to 你的那个 official duty 的话呢，我相信这个是在 handout 里面哦，也是 part of partial 你的 benefit 就不需要 declare 了。你这 employee 的那个 contract 里面呢，写 part of 是你的 employee benefit 啦，哦，然后他帮你 pay 的那个 professional 的那个 charges 呢，完全是因为你的 position 是需要这个 professional 的那个
这个 professional 的这个 cert 来 support 你的 duty 的，可以吗？然后在你的那个 staff benefit 里面有 layout 有这个 benefit 哦，你就不会中。如果 company got project at other district and need to station there for 2-3 months, company pay employee traveling rations and lodging based on day basis, consider staff income. OK, 那个你用那个讲哈 reimbursement basis, 然后啊你的那个 allowance 里面呢，如果是要扣的呢，它完全是 based on 你的那个basic 6000 maximum 可以扣，剩的呢，如果你是因为 outstation 的那个 day 啊，那个 basis 来 claim 的呢，如果他 charge 你 as a allowance 呢，你要 keep 那个 supporting 咯，你要 keep supporting 是你有去那一边的 expenses 啊，拿来扣税还是可以扣的。我的意思讲 ，for example， 公司给你10000块的 allowance 啊，然后 maximum 你可以 exempted 是6000罢了嘛。你还有4000块的那个 allowance 啊，如果你那个 allowance 完全是 for official duty 的话呢，你那一边呢 whatever 跟这个 official duty 有的 expenses 啊，你可以拿来 net off 在你的 personal tax 上边。那个是 when 你做 tax submission 的时候，而不是在那个EA form 了，它不是在 EA form 的 exemption 里面，明白吗？你可以看那个 part F 里面的那个第一个 item。哦，你去看一下他第一个 item 有讲到，如果是 extra 的还是可以扣，但是要有 supporting。 Company didn't pay hotel accommodation or meal allowance， 来什么意思啊 Wendy Wong？ 你 company 没有 pay hotel expenses 什么意思？ Yes， because lockdown 跟 work from home。 哦， OK， Vivian， 刚才你讲 broadband 的是吧？ OK， 你讲 broadband 的那个是其中一条 line 里面是可以啦。如果 petrol handphone allowance pay for normal staff can fill in part F， 哦 ，normal staff 呢？这样你给你的那个petrol 跟 handphone allowance pay 给那个normal 的 staff， I think handphone allowance 就不能了。如果你讲去 justify 那个 normal staff 呢，需要这个 for 他的 official duty，justify 不到呢，变成 part of 他的 income 了 ，salary。哦，如果 justify 会变成 part of 他的 income， 希望差不多回答到你们的问题了啊。Full money bill 是100 ，company only invest 40 ，can this 40 declare 在 F 可以啊。然后你那一个40 declare， 然后顺便要有 bill 啦，也要 bill 给公司那一边 support 问 ，OK 吗 ？Sales agent receive CB 58 ，not full time worker claim tire with bill。Is this amount consider his income in CB 58？ 哦，如果你给他的话，你帮他背的话是哦。因为他不是你的员工啊 ，whatever 你有给到他的那个 incentive 啊 benefit 都是要在 CB 58里面出现的哦，你愿意明白吗？因为他不是你的员工，要在 CB 58出现的哦 ，OK 吗？好，差不多到尾声了，回答你们的问题啊。如果有问题，有些问题还没回答到，你们过后就可以 text 上来，希望是可以帮你们解决到你们的问题啊。OK， 然后今天呢就要 end of 我们今天的那个 section 了。哦 ，and 我们今天的 section， Celine Tan 还有一个最后问题啊 ，full time salary work and part time insurance agent or full time insurance agent and receive part time salary， 我包哪个表格？好像有一点 confuse 你的问题 ，full time salary work and part time insurance agent or full time 哦，你看哦，你的 income 如果你有 employment income 加买你 insurance agent 那个 income， 你可以做一个扁了出来的，你全部就 declare 在 form B，OK 吗？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啊。Ratio tax is fixed transport allowance for office staff, not for salesperson traveling between office and home should impact. 这个没有得到 enjoy exemption 哦，要扣税啊，要重税。I mean maternity expenses as company payment to confinement center. 可能可以哦，母医可能可以哦，但是我不敢 answer 你这个问题啊。我找一找啊 ，maternity expenses 可以包括这一个嘛？因为我没有看到他有 detail 的那个，但是我问一问给你 ，OK 吗？啊，所以我也可以知道他可以不可以包括这个 expenses。OK， 这个我 come back to 你啊。好，谢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有什么问题过后带上来啊？我 end of 今天的 section， 希望是会回答到你们的问题。如果没有回答到的，还想问的话，可以 text 在这边，过 text 在那个我们的 Facebook 呢，过后我们才为你解答。Okay, thank you.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我相信我可以，有目标就往上爬。你相信你可以，勇敢地往前冲吧。有想法就有办法，有办法就不用怕。我们一起到达是 number one， 强大的企业家，超越表现的力量，我们一起到达是 number one， 强大的企业家，超越表现的力量。我相信我可以，有目标就往上爬。你相信你可以，勇敢地往前冲吧。有想法就有办法，有办法就不用怕。我们一起到达是 number one， 强大的企业家，超越表现的力量，我们一起到达是 number one， 强大的企业家，超越表现的力量。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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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